Hello, Vogue Me 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接下来的环节是真心话和大冒险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有两张卡片，我要选一张这个。啊，我抽到的题目是大冒险，对镜头花式比心。那么接下来有意思的来了，我要为下一个嘉宾文琪老师来选择他的题目。在现场找一个人一起吃晚餐，你会找谁？为什么？是个真心话，或者是走得太快踩到了其他女艺人的裙子？我觉得真心话应该蛮好玩的，大冒险有点太残忍了。